来，各位好啊，那个我来自制 IDSC 啊，自己来玩一些游戏啊。那我要使用的是 VFC 所出的 P320M17 啊，加上 STEG 的发光器，加上 BLS 的0.28克的这个夜光弹啊，然后身上会带两个弹夹。那稍后我们涉及前面的这个靶，总共都是这种一般的我们 BB 弹的那个瓦斯钢瓶哦，恐龙的啊那个威猛等等的，所以它尺寸大概就是直径6.5公分，那涉及11个靶，那有远有近，有上有下。那其中呢，最近的话是在稍后我站的位置那地方，上面一个奶粉瓶哦，很近哦，然后下面一个在挂另外一个钢瓶。然后最远的话是在我们的这个画面最远方有一个荧光橘红色的这个，好，橘红色这个是大概有15公尺哦，那有近有远，那一定要把它解决掉才能够进行下一个。那我们稍后就由这个画面中的下面往上，然后由近而远慢慢的一个设计哈。好，我们来准备来开始。You ready? Stand by.来讲一下心得哦。刚刚这个，因为它是虽然我有改成那种穿气的夜光的这个照门跟准星哦，不过因为现在还是有亮度，所以还是看不到哈、哦。啊，所以都会加上它高度没有很高，所以会被这个发光器给遮住到，所以大概等一下设计，刚刚在设计上都是用两眼在做判断哦。那稍微就觉得有点偏左，那原因不晓得，我到时候再思考看看。好，那以上到这边，各位拜拜。